大家好，我是老肖。大家好，我是泡芙。泡芙姐，你今天穿这是什么衣服？东北大妈。那我这个是东北大叔。哇，帅不帅？好走了。其实我们今天全家都东北系列，看到没？哎，我们今年的过年呢，其实还是有开哦。是的，我们初几就开工了？初二。各位，我们初二就开工了，欢迎大家回娘家来赏车。那么今年是龙年啊，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拜个早年。龙年呢，祝大家龙光焕发，还有呢，好运龙中来，还有呢，福气龙中来，还有贵人龙中来，最重要是钱钱龙中来。反正呢，龙来龙来龙中来，各位新年快乐！炮爷要祝所有的粉丝们龙年行大运，龙马精神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财源滚滚来，好运发龙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坏运龙中提，好运龙中来。炮真祝大家龙年大发，好运不断，心想事成，福气满袋。小智祝福大家欣欣向荣，龙年行大运，新年好。老萧外汇车祝大家心想事成，财源广进，买车卖车记得找老萧外汇车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好运龙中来。新的一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幸福龙火力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大吉，新年快乐，年年有余，恭喜发财。新年新气象，喜庆爆竹送玉兔，吉祥梅花迎金龙。新的一年预祝大家坏事龙中起，钱钱龙中来。祝大家龙年吉祥，整年好运一条龙。祝大家龙年大发，好运龙中来。祝大家2024财源滚滚，福气装满袋。买车购车就到 AK 老萧台北旗舰店。